刚才只是表现你可以撒娇的一面嘛，你有没有自己个人的独特的才艺可以给大家来展现？我就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味的舞蹈。哦，真的吗？舞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孔雀哥哥。哎，孔雀哥哥。哇，简直女人还有女人哎。丝袜穿的，哇哟！哦，哇塞哇塞！哦，举手投足，我敢保证，这边现场所有女生都没有她性感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时下里流行一个词儿叫做伪娘。对对对对，伪娘她很娘，但她不是真的娘。阿伟，不是在说你啊，放心。而且这套衣服是袁成杰借你的，对不对？好猛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吓到我。他开场出来就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他朝我们后面使了一个眼神，是让他把那个眼神再做一遍给大家看。好，对镜头，然后镜头。特写啊！你刚刚是怎么跟？你先转过身来啊！对，回眸哈，回眸，你笑，二一。成语说得好，回眸一笑，蚊虫滋生啊！哈，不是百媚生，百媚生，谢谢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大家看过刚才如此惊艳以及惊吓的画面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你实现梦想的环节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好，一到十六号，刚才看过我们这位孔雀哥哥的表现之后，有多少人还想打开箱子的话，请选择。